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事聚焦》。十号，这个习近平，习近平去了海湾国家，主要去了沙特，跟海湾叫海湾经济合作组、海合会，呃，要进行大规模的合作。那现在发出的都是习近平自己，大概在昨天九号的时候，在在利亚德，应该是沙特的首都吧，在利亚德，他发表了长篇的演讲。 我个人开始，我们当时看到是，当江泽民头七完了之后，头七，当江泽民追悼会完了之后，他第二天就去了沙特。那呃，那整个新闻呢，其实没有太没有太怎么样。但是在推特上出现推特上有一个账号，那个账号呢，对江泽民家族，对对，就是他是他是上海人，然后他出生上海人，但是他长久居住在。 呃，香港是那么个人，呃，那那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大概一两年出来这么个账号，结果他就很大规，就是很很很崇拜、很推崇的习近平的做法，认为是习习近平是中国少有的英才，我们很少看到是这么去夸习近平的，所以我我自己，因为他他的账号跟我账号连在一起嘛，所以。 特别是当时在白纸运动的时候，呃，江泽民死的时候，他是比较第一个时间拿到消息，消息比较准确。呃，这么讲吧，说江泽民十三号就死的，最早推特账号是从这个账号出来的，所以我就就因为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所以就比较熟。结果他他连续推文在夸习近平，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是一个就是。 多少年少见的这么一个一个君王，一个王者，然后他习近平采取的方式呢，就是当代的商鞅，商鞅变法啊，大家知道商鞅变法，商鞅变法那后来都是不得好下场的，所以他认为习近平是当今的商鞅，所以你看到对中共国内部的这种统治呢，是没有任何，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啊，一言九鼎，就只有他一句话。 前一天是完全封城的，第二天解封，全都拆了，他爱咋咋全都拆了。他说没见过在中共体制之下出现这样的人啊，没见过。那我们跟大家解释，就是现在叫习氏王朝，那习近平在建立习氏王朝，那二大宣布习氏王朝夺取中共政权，然后他在那应对了整个，一直到江泽民死。 所以江泽民死标志着西式王朝站稳脚跟，然后他就即刻去了，即刻去了沙特。在此之前，他参加了二十国峰会，跟 A AP 派 APEC 会议。而二十国峰会跟 APEC 会议呢，对习近平而言呢，很难去展现他的展现他的一切，因为在因为这两个组织里面，大部分人对中共是怀有戒心的。那。 大部分人对中共是完全是相当拒绝的。那习近平自己的统治的一切在是在中共的框架下，所以他就难以展现拳脚。那跟印度之间的冲突是蛮大，的，他就说很难跟印度之间有什么更多的。而跟美国之间呢，基本上其实是进入了一种类似冷战的状况。 那俄罗斯受战争的影响，它的整个经济当量，整个的影响的一切完全衰落了。那俄罗斯现在只要求保俄罗斯自身，能够能够稳定，就是自己能够自我循环就行了。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在国际社会当中能够左右国际社会的那么一份那个份那个牌没有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但是俄罗斯呢，在它的普京在整个战争中。 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天然气卢布和美元挂钩，对吧？所以他就把卢布变成了小小黄金，然后跟天然气价格。这样的话，在战争中中间的时候产生了巨大作用。所以也就正正是这个做法，也就抵御了当时拜登想借助美元，啊，借助天然气，借助美元摧毁卢布，摧毁。 俄罗斯的金融货币，他失败了，所以这是这是普京很成功的地方。那结果习近平呢？我我个人愿意把他看成是效仿普京，效仿普京。所以他在八号，今天十号，他八号八七号八号即刻去了沙特。然后呢，他要在以沙特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购买海湾国家能源用人民币结算。 啊，用人民币结算，他就变成了以他自己本身中共体，就今天中共国的实力，现在国内的实力，那作为依托，那跟中跟这个整个海湾国家进行，就石油叫什么？他叫应该就就叫海湾国家，叫海合会，啊，海湾合作委员会。 所以，跟整个海湾国家要进行真正的以石油、天然气为基础的贸易往来。<coughs> 对不起，但是呢，它的它的结算方式是在上海，上海有一个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我们不，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立的啊。所以，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作为金融的交换系统，然后那在那里结算，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这样的做法就变成了，他要借助自己的实力，主要是大量的进口中东原油、海湾国家原油，那从而从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社会地位，强行把人民币推向国际社会。那强行推向国际社会，因为美国跟沙特之间的所谓人权的冲突，所以这这样的话就就以这样的插进去的方式来挑战整个美元地位。 而美国呢？美国今天的政府呢？太左派，太太自私，啊，太共产党。所以你看到的美国、欧洲、欧盟，再加上这个这个俄罗斯，整个西方文明社会是被已经被切割、被裂变了，整个西方社会被切割裂变了。那而中共国呢？确实在这么长时间里，以他自己整体的国力。 什么叫整体国力？是习近平完成了大企业的公私合营。在完成的过程中，马云据说躲在马云据说躲在了日本，对吧？所有这些都没了，他就把私营的企业的钱汇总在一起，以这样的钱集中起来，跟换石油、跟天然气、跟这个海湾国家。这样的话，他当然对海湾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巨大的诱惑，而直接在战略上完全挑战。 美国完全挑战美国，因为能源对美国对中共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动力，所以北边有俄罗斯，南边往下有这个海湾国家，确保整个习氏政权的能源的基础，呃，那从而用人民币击溃这个来抗衡美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收益，它对国家来讲，对整个精英来讲。 在，特别是在国家经济处于一种衰落的背景之下，这是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手笔。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习近平自己提出来的啊，没有我们没有看到海湾国家任何答复。基本上，那他他的手笔比较大，呃，台湾的媒体都回避，不太敢报。说说说,说句实在话，不太敢报。那因为以这样的做法呢，就已经。 它会促成世界格局的改变，就像它的影响度应该超过俄罗斯，在把天然气跟卢布挂钩，远远超过它，因为它的它的底数当量太大。俄罗斯的整个国体经营排名全球第十一啊，是第十几？那中共国排在第一，所以这是这个那个当量两回事的。那俄罗斯的全国的经济的。 GDP 可能就中国的一个省，我不知道是不是广东和浙江，也就那样。那中国整个是这样，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这是，这是世界，就是世界力量、政治力量均衡当中的再次被打破。而这次不不一样，就是习近平主动挑战，完全主动挑战。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有任何的反应，没有，到现在也没有。呃，九号在沙特利亚德用人民币结算。 油气贸易，呃，这是峰会上讲的，继续从海湾国家大批进口原油、天然气，呃，再加上这个叫油气开发、服务、运输整体领域，而所有整体领域的合作是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所用人民币结算，要跟海合会合作，一同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 使得海合会的企业更容易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建立更样更多的合作投资项目，是因为中国的投资环境，西方社会完全走了，西方社会在在跑路，那他跑得了跑不了是一回事，但是他肯定会跑路的。那西方自己本身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啊，遇到那在今天昨天我看了一个广告，我这开车听到一个广告。 那广告呢？广告就是编的了。他说，一个一个孩子，呃，一个孩子跟母亲说：“说妈，咱们去去超市买点吃的，买点买点吃的吧。”他妈说：“不去了，今这个月都不去了。”那孩子说：“说为什么？为什么不去超市买吃买东西？”他说：“你妈付不起这，你妈付不起账单广告，这是这是这是正经八百的广告。 大家要明白，这是普通人的电视不是这个开车里的收音机的广告。那这就你就知道，在北美社会有多衰败了。广告投入是把现金扔进去，他以他当他把现金扔进去的时候，他要以这样的方式，以他认为最大可能的他的客户群听到他的广告，能够上到他这来跟他进行合作。结果广告竟然是这种广告。 他的出头就是，我们不去了。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当时给我的感触，哎呀，我这孩子太惨了。你让孩子听到这样的，就是现实生活的艰辛，直接冲冲击到他本来很简单的生活。人得善良，但是真的可真的惨，真的惨。那我当时听着，我都觉得，哎呦，这这么北美惨了。我举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类似于，你在倒股票的时候，你在倒股票的时候，如果在交易所门口卖茶鸡蛋的没买卖，那你就挣钱了；如果你在交易所在倒股票的时候，外头那个茶鸡蛋那老太太，他们一会儿卖一筐，一会儿卖一筐，全都是赔钱的。你放心吧，这个这个东西就这是最真实的故事，所以它显现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 技术的很多什么屁打头的，哎，我跟你说，连现在的屁连个味儿都没有，就现在的 pro professional 放的屁呀、啊，连个味儿都没有，哪怕臭的比较正当一点都没有。所以，人类社会在出现大动荡了。感谢朋友们。